魏晨曦嘅婚事一波三折，原定同从事金融嘅圈外男友飞神上年结婚，但系因为筹备时间不足而延期。岂料再受到全球性爆发嘅武汉肺炎影响，婚事又再延期。魏晨曦上个月同一班好姊妹去到夏威夷率先举行婚前派对，计划今个月26号喺香港注册及摆酒。而居于上海同南京嘅内地亲友，亦都计划嚟香港见证佢嘅人生大事。不过疫情爆发，啲亲戚喺过年之前决定唔嚟。Alpha 同未婚夫担心婚礼人多聚集，所以就考虑将婚期再延迟。Alpha 话：香港疫情唔明朗，要睇大环境，始终大家健康好紧要。同酒店协议咗12号做最后决定，婚事就延期啦。工作计划同样被打乱。佢原本计划上个礼拜日飞去巴黎出席品牌活动，但系大会担心疫情而取消活动。至于情人节伦敦时装周，他就说如无意外会召去，因为他本身都是工作狂。东方东网绽放光芒，东方报业集团同仁鞠躬。